做丁碧英，出世是伫恒春的头沟里，啊，嫁去满洲，啊，即嘛是满洲民谣的艺术。早期的时候我要细汉，我要伫厝的时候要袂嫁去满洲，因为较早单搭阿伯吼，嘛拢会去遐找阮阿公，安尼暗时安尼个门口伫遐唱，啊，就大家安尼个录一个。人家啊，啥货安尼啊？啊，迄阵啊，做囡仔拢无咧，家己要伊讲迄是较好诶物件。啊，伊伫唱哦，拢唱到有时啊，我拢毋知伊就是咧唱无无伴。啊，我拢无咧家己。啊，其实伊咧唱诶歌词拢较好。伊迄阵做囡仔都毋知讲迄是咧唱啥货，毋知讲迄是较重要，阁是较好诶物件安尼啊。85年诶，才开始。因为有阮迄个钟明坤钟教授的影响，伊逐礼拜都转来吼，啊，伊就是来讲，伊讲你爱来参加吼，爱来学。啊，阮也要去在迄、那个，如果阿妈要去国川要教，你嘛爱家己爱小可会晓啊吼。啊，去的时候人也在问，要叫你唱一点，啊，你嘛得会，啊，我到迄阵就开始学啦。民谣呢，比论一个人来讲吼，伊嘛有。让你欢喜，嘛让你悲伤，拢总有喜乐哀乐，拢总有啦吼。你若像讲，那内底有唱有要伴迄个歌词，安尼较，让你听起来拢会悲伤，迄种的听着你嘛是会目屎会滴啦。啊，你若是唱个较快乐的思乡曲，即种的拢较快乐，迄种嘛来大家拢较欢喜啊吼。啊，所以因人也咧啉酒遐好，我拢唱甲介欢喜，安尼定咧唱。所以民谣伊大诶，即个音调甲即个歌词，拢互人会喜怒哀乐拢总有啦。进前诶时拢对即个民谣拢无接触，就拢毋知伊诶好处伫底啦吼。啊，过来诶时都有阮钟教授来鼓励了后。啊，我有参加落去，即参加落去啦，才知影讲，阮即个民谣的重要性吼，啊，是阮州的文化，啊，所以阮爱推广，啊，所以当时我第一首做的，就是即马伫遮即欢迎贵宾来佚佗即个，啊，我即马写歌词啦，写作者几百首啊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是感觉讲，参加了即个民谣。也是会增加咱的智慧啦。啊，你像讲阮遮团员欧巴桑小姐，因嘛是，阮要表演拢爱背歌词啊。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伊嘛拢介敖，慢慢拢嘛背起来。啊，所以来学这民谣吼，是真正介好啦，有好无歹，拢增加咱身体嘛会健康啦吼。啊，这个头壳嘛是拢加介成功啦。即嘛要唱的就讲风港老调啦，啊，这个风港调有一个新调甲老调，啊，我也唱个风港老调。后尾唱这个歌词是我家己写的，有一个迄啰千金小姐哦，啊，生做介水，啊，介侪少年的都要去拍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花主就是大人顾安安，安尼就对啦。Thank you.
在这有。